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8年4月6号，星期五，农历是2月21。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问题。喂，你好。喂，财长你好。财长你好。财长，听到了，财长。听到。财长，同时梦见有人给他30多块钱，是不是要小房子？同时给他什么钱啊？三十多元。三十多块钱，嗯。啊。是不是要什么？要小房子啊？啊，是。嗯，是啊。还是送钱，送财，送钱给他？不是的，不是的，嗯。一般的呢，从梦境上来讲，如果你得到的钱财，只要不是在梦中、梦境当中感觉是偷着抢的，基本上都是有些财运。但是呢，要看的，如果这个人是亡人，给你钱财，那一定问你要小房子，要叫你念经了，明白了吗？如果不是亡人，就是财运啊。嗯，对啊。嗯。明白。哎，财长帮我解几个梦。我梦见我看我要去上班的时候，看到一般是很光的，一般是黑，整个空间黑色的。我跑了过去，我感觉眼睛很痛，那个光照到我，黑色的光照到我的眼睛，是不是我眼睛出了问题呢？黑色的光啊？啊，我看到一半空间是全部黑了。哎呦，那黑色的光一定黑，一半黑光不好的，嗯。啊。嗯，不好的，嗯。眼睛很脏，不会眼睛出点问题吗？应该会的，嗯。会啊。我已经跟你讲了。你在共修会的时候经常开玩笑，啊、你开了玩笑之后，护法神全部帮你记起来。哦，我没有什么，我很久没有去吃共修会了，没什么去的。人家到你家里来，你经常开玩笑，你损功累德很厉害的，我不跟你开玩笑的。哦、你要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否则你不要叫人家到你家里来。啊、你要是、啊、明白了，你随便在跟人家女同修啊吃豆腐啊讲讲这种话，我告诉你啊、哦、你完了，我告诉你，你一点功德全部消光了、哦、你变瞎子了、这种我没有讲、这种我没有讲的、没讲的，你看你这个样子、这种是假语，这才胆接电话而已。你跟我老实一点了，真的，你不要开玩笑、等到你哪一天眼睛看不见、你再来找我没用的，全是你平时的恶业所为、听不懂啊、明白。嗯，我的功德现在很多吗，财长？你自己想了，经常生病了，经常不好了，尤其是在梦中被黑色的光照到眼睛，你眼睛一定看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了呀。哦，听不懂啊？没有，他一般是黑色的，我跑了过去，我要进去吗？我要跑过进去。他不是黑色，整个空间黑黑的，看不到东西的。我告诉你，你说是好地方不啦？不是，你说是好地方不啦？还不是呢，就是、好了，自己好自为之吧。台长帮我解第二个梦。我第二个梦，我的水缸里有很多花瓣，它是竖立的，它我的那些花瓣在好像感觉它在跳舞，我用一支毛笔在花瓣上画图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台长，跳什么舞啊？没有花瓣啊，我去干你，我看到很多花瓣啊，一片一片的，他在跳舞，花瓣在跳着舞，我拿一根毛笔，我在花瓣上画图案啊。啊，这个没什么不好的，嗯。啊。嗯，梦对你很重要，如果你常做这种不好的梦，你就要特别当心了，明白了吗？这种呢，这种也是不好的梦。这种一般的没什么不好，嗯。啊，没有什么不好。台长。哎，我忘记给台长打电话，台长讲要告诉我，台长要告诉我什么呢？我就醒来了。刚刚已经告诉你了，以后同修到你家里来，你千万不要开玩笑。
啊，你要很认真的，你整天开玩笑，你功德越来越漏的厉害了。啊，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啊、你再这样的话、啊，你看看你会出事的，我不骗你的。啊，啊你不要，我不是开玩笑，不是说大家共修、啊、同修到你家里来是来开 party 的、啊，你不能随便开玩笑的，你听得懂吗？啊，明白。嗯嗯，好了。好了，这张我功德漏掉很多吗？我不知道，我没看。反正要告诉你就是这个事情，你已经要当心了。你要是不漏功德的话，我不会这样的，明白了吗？啊，好了。啊，哎，等等，一个个，我梦到一个小孩，我看到一棵花草跟他玩游戏，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看见小孩，那个植物啊，看到植物还会跑的。多大了这小孩子啊？啊，很小的，至少是十多岁而已。几岁啊？十岁那样，大概十岁。十岁，十岁比较大了，已经太大了。一般的十岁的孩子梦到应该是跟你有些牵挂的问题。如果很小的孩子看到是福气，哪怕哭都是 baby 哭都是好事情。十岁的话，就说明你跟孩子有牵挂的，嗯。这个没什么了，好了好了，结束了。哎，台长，帮我开示两句。好了，开示两句就是不要开玩笑。你跟你说，你不要开玩笑，你开玩笑，你以后吃苦头再找我就没办法了，明白了吗？同修来了之后，来到家里不要开玩笑。听得懂吗？明白。听师傅话，否则你会出事的，不开心的。好了好了，再见了。再见再见。好，感谢台长。再见再见。所以学佛人呢，真的要自律了。喂，你好。喂。喂。你好。师傅你好。你好。给师傅请安。哎。我想就是帮同修问。讲了响一点，小丫头。嗯。喂。讲了响一点，嘴巴对着话筒一点。好。好的，好的。哎，讲吧。师傅，是啊，一位师兄在上香的时候祈求一份可以弘法度人，又可以护持法。做梦梦到一盒粉饼，一支橘色的口红，请问这个梦是不是菩萨在提醒这个师兄做这方面的工作？是啊，有可能啊，做这方面工作嘛，有可能就是教人家什么东西啦，写黑板咯。嗯。哦。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同修在今天中午念小房子的时候，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然后就看见手上有一点一点的东西，然后三个数字出现了，四、十二、四十，叫他念这些小房子，说不念手就生癌症。请问师傅，这个数字是要念多少小房子呢？讲的是多少数字啦？四、十二、四十这三个数字。啊，四十二，四加上十二，四百十二张呀，这还不知道啊？啊，四百十二张对吗？啊，这还不知道。好的，师傅。嗯。然后就是接下来是同修家新建的房子，是三层的小楼，现在二层已经装修完毕了，家人都入住了，但是三楼的门和窗他都没有装，请问可以在三楼先供佛台吗？三楼的窗户没装啊？对，门和窗户都没有装。这个不大好吧，窗户没装把它封死了，拿布贴掉了，或者拿板把它硬板把它贴掉了。不是还是要有一个东西对吗？当然了，你要封掉的呀，你不能完全，你又不是阳台了。嗯。不是的，是三楼。嗯。好了，明白了吗？嗯。好好，师傅，接下来是那个佛珠上不小心沾到了红墨水，然后还有一颗珠子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划破了一点，是师傅开过光的，同修想问就是这个还能不能戴？可以戴，没关系的。可以好，那骨灰接下来是那个骨灰盒的颜色可以是暗红色吗？还是什么颜色比较好？骨灰盒的颜色是不是啦？当然要深一点好了。那可以是暗红色吗？可以的，因为入土为安，至少跟土的颜色接近呀。嗯。哦。明白吗？好的，师傅。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租的房间是长方形的，然后正中控制了的流水石台，还有大大小小的石头，请问在玄学上对住在房间里的人有什么影响吗？首先没听懂啊，听不懂。就是他租的房间是一个长方形的，然后这个长方形的房子的正中间，他控制了就是一个流水石台，就是一个可以有流水的一个石台，然后还有大大小小的一些石头，然后就这个房子人住在里面，在玄学上有什么影响吗？没太大影响，没有太大影响。水在动就没事，水不动污水就不好，没有水就不好，对不对？对，不是，没有水是不好，水不动也不好，好的，师傅。同修梦到就是家里的佛堂门口有人生了一个孩子，但到底是谁生的孩子不太清楚，请问这是什么意思？生了一个孩子，如果是谁生的不知道，那就说明这个小孩子一定是被人家超度的，但是超度没有超度走啊，他还在到处徘徊呀，在人间，赶快给他念经啊，他让他做梦做到了，就是叫他结缘小房子呀。那就是这个同修他在给自己的名字的那个孩子在念一些是吗？对啊，人家来没走掉，人家在他门口徘徊啊。好的师傅，感恩。还有一个梦就是同修他梦见就是自己用掉了56支口红，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用掉了56支口红，说明他的艳遇越来越减少了，他应该命根当中已经有曾有很多艳遇了，叫他不要再去搞这些东西了，这还不懂啊？艳遇啊，好的，我问你啊，你要跑出去碰异性的话，你是不是要擦口红啊？对的，是的。好了，好，师傅还想问一下，就是同修在佛陀涅槃日放生以后，晚上睡着的时候，感觉有一团金光包围住他，往上飘。然后他觉得很害怕，心想着他要走了，看不见他的家人了，所以就挣扎，想睁开眼睛，然后努力睁开眼睛之后，人也比较清醒，请问这个梦境是什么意思？是啊，这个梦境往上飘啊，有菩萨保佑啊，好事情啊，就是还是放生之后就是加持对吗？是。对啊，但是他为什么要挣扎？听不懂啊。他就觉得他要走了，然后看不到他家人了，他就害怕了。哎呀，那就是他不想上去啊。叶公好龙听过这个寓言故事吗？听过。哎，好了，嘴巴里，所以很多老人家天天念阿弥陀佛，哎呀，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人家来接他要走了，我不去啊。像我们心灵法门，不是有些人真的做梦做到他要上去了，他就说我要跟着师父弘法出众，我先不去啊，我功德不够啊，等以后功德够了我再上去啊。我有一个徒弟，他叫我看，我跟他说你到天上没问题的，对不对啊？可以到很高了，到无色界天了。对不对啊？要90岁的人了，他就说：“师傅，我不去啊，因为在这个无色界天还没到超脱六道，我要跟着师傅超脱六道。”好了。好，谢谢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同修家里的香，时间长了，可能家里的纸像有点熏黑了，请问这种情况下怎么去清理菩萨像的脸啊？拿干净的不擦呀。那要是擦不掉呢？擦不掉拿湿的擦呀。那会擦花。那就用干的呀。哦。干的用点劲嘛就好了。湿的不能擦的话，只能用干的。保持一点点也好啊，没关系的。不能点香，嘴巴里要念心经。手要干净，好了。好，师傅，就是还有一个同修，就是他给往生不久的先生许愿了108张小房子还没送完。昨天他梦见就是给他的意念是520，他只记得这个数字，他不确定是不是小房子的数量。请问是不是这个520是这个？肯定的，的这个她老公上不去啊。
讲都不要讲。就是还是需要520，对吗？对呀、啊。好好。死掉了还是跟他有关系的呀，藕断丝连呀，明白了吗？嗯。好了。明白了，师傅。嗯。好，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他有两尊从来没有供奉过的观世音菩萨像，一直放在那里是没有上过香的。以前他不懂，还有水冲洗过菩萨像，就是不是我们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像。请问现在还可以上香供奉吗？然后他需要念经念礼佛。你现在已经这么长时间不供的话，你如果现在供了我们东方电台，那么就其他就暂缓了。哦。结缘吧，送到庙里给人家结缘吧。嗯。哦。新的人家要的。念礼佛忏悔就是吗？哎，这个不要搞了，没有芥蒂就不要搞了。好了，好好好，嗯，好的，师傅，师傅就是还有一个同修，他就是清明节，那个前几天他梦见自己在一个宿舍里面，然后房间里面就是满满的有好多人，他们还坐在床上翻其他人的东西，同修看到了之后就拿毛巾甩，然后不让他们过来拿自己的东西，然后同修就念起大悲咒，然后灵性就很愤恨的眼神看着同修就想问，就是说这些就是灵性的话呢，是同修的要经者还是房子的要经者？房子的要经者。啊？房子的要经者。房子的要经者，那像这种情况要念多少章呢？像这种啊。嗯。像这种，我们念个21章就够。嗯，好的，好的。好吧。师傅还有一个梦，就是同修梦见他在理发，但头发弄得身上都是，好不容易才把身上的头发都弄掉，这是什么意思呢？去烦恼呀，这些烦恼要很慢很慢才能去得掉的。哦。好啦。很慢很慢才能去掉。好，师傅麻烦请您开示一下，就是说像许愿过吃全素的尿毒症病患者，应当如何如理如法的滋补身体？多吃一点那个吧，条件好的话可以吃一些补品啊。嗯。嗯。只能吃西洋参啊，西洋参啊。西洋参。条件再好一点嘛，可以吃点冬虫夏草的丸，这是当然是有用的。嗯。哦，就是西洋参、冬虫夏草，还有别的吗，师傅？还有嘛，就是要吃卵磷脂啊，还有吃那个螺旋藻啊。还要吃钙片呢、啊，嗯，都对他有好处的，嗯，还最好嘛再吃点素鱼油，有素鱼油就是那个好 ，Omega 像那个啊，但是它是素的，因为这是血管清道夫啊，你不想中风，嗯，你心血管要好，你就必须吃这个。好的，好的，师傅。好吧，好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同修梦到他先生总计欠了别人1000亿，现实中同修的先生是做生意的，嗯，你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做生意背后搞鬼了，动小脑筋啊，先生在背，赚了人家不该赚的钱了，嗯。哦，赚了人家不该赚的钱。啊，1000亿，那就是地府的计算，嗯。哦，嗯，那这个同学他要怎么改正？除上三嘛就好了，念啊，1000亿除上30000呀、啊。哦，就是念这些小房子对吗？但是我讲的要念的非常好的才能除30000，念的不好说不定1000，再念的不好说不定10、100都有可能的。好的好的，我回去换算一下然后念。好，师傅，那我的问题就问到这里。感谢师傅。嗯，再见。喂，你好。喂。喂。等他挂了，我是等他挂了。天哪！喂。哎，你怎么现在这么说话呢？真痛啊！嗯。喂。哎。很
师傅，等会儿师傅稍等，我马上出去。小心。师傅稍等。嗯。喂。啊。嗯。喂，师傅能听见吗？听见，讲吧。哎，对不起，对不起，师傅，刚才不知道那个，我现在找问题，等一下，对不起啊，第一次打通电话，有点紧张。嗯。等一下啊。那师傅有一个同学，他骨头不好，是父亲的业障有关系。那么请问师傅，骨头不好是现在的父亲关系不好，还是前世的父亲不孝顺，还是现在的父亲本人的业障？他同学孩子经常骨折是怎么回事呢？今世的业障。嗯。今世的业障。嗯，今世父亲的业障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嗯。哎，好的好的。是那个师兄师傅。那个有一个我妈妈，她现在学别的法门十多年了，然后她参加过台长法会，非常的那个殊胜法喜。但是我妈妈她有很大的这个婚姻问题，还有身体也不好。然后最近呢，我终于能劝说妈妈学心灵法门，然后希望能帮助她改善的婚姻和健康问题。是不是能不能开示一下我的妈妈，就以鼓励她能够精进的学习心灵法门。她也特别渴望能够得到台长的指导。如果能得到台长点化，他觉得非常非常荣幸。嗯，感恩师傅。他是1965年的蛇。你就告诉他，首先呢，学什么法门呢？就等于看什么医生一样。啊、哎，好的。那么医生有水平高，有水平不好，有现代的医生，也有过去的医生。对不对啊、哦，好的，对。你问他，你问他过去没有超声波啊，没有这种 CT， 没有这种现代化的设备的之前那些西医也是存在的，对不对啊、嗯、对，是与时俱进啊，这个是、啊、与时俱进，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过去你看看补牙子的话，你看多痛啊，现在他可以给你打很细的针的麻药，而且进针的时候、啊、他可以在你这个牙床上面先拿那个小的棉花、啊、里边有那个麻药的，先给你在这个针要打针进针的地方呢，先麻醉一点，所以进针就不会这么痛了。啊，过去是痛的来跳起来的，明白了吗？嗯，对对对。所以像这，所以这些事情，那么过去医生是不是在救人？现在的医生也在救人。那么有的人喜欢过去的医生，那也就学过去的，都没关系，啊、也是好的，反正都能救你，只是在你的选择。所以你要跟他讲，法门是一种选择，嗯、对不对啊？但是都是学佛的，没有什么高低贵贱，都是一样的。你挑选哪个医生、嗯，医生都是为病人好，嗯、就这么简单了。嗯，好的好的，那个我们妈一定会听的。现在她开始听台长录音，每天都在听。嗯。那个还有一个新同学，他参加法会也是参加法会了，之后特别精进，每天念49遍大悲咒，49遍心经。然后有一天他梦见有人给他了一对绣得很美的领章，有点像军人的领章，请问这个梦什么意思呢？很美的领章，那就是说他要升迁呀。嗯。哇。啊、哎、他太高兴了，他是新人、啊、他现在刚开始念、啊、他肯定很开心。他要升迁了，他要升迁。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然后有一个同修，他妈妈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同修用红布把同修妈妈佛台上的几尊菩萨像都包起来了，然后放在旁边。同修的妈妈跟同修说，问同修说，你怎么把这个菩萨像用红布包起来了呢？然后同修说，那万一有警察来了查怎么办？是说他家有地府的警察吗？对呀、啊、就是说、就是、不是地府的警察，也就是说他在念经的时候有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他家里一定在他的佛台上的菩萨像里边不是我们的观世音菩萨，一定是、哦、啊有地府的逃的那种小鬼进入的这个佛像了。哦，行，就是他的佛台不干净。好的好的、啊、行，那我转告他。嗯，然后就有一个同修，他梦中他叫姐姐一起去送葬的人是过世的父亲，意念中拿一个黄色的羽绒服要穿上就不会冷了。他那个父亲已经过世了，是不是说这个梦就是说他父亲要投胎了呢？梦见他父亲干嘛？就是要他梦见同修和姐姐要去给父亲送葬、哦、然后呢还拿了一个黄色的羽绒服、啊、让他穿着。明白，是要投胎了，投胎了，要投胎了。嗯，那同修已经许了一波108张的小房子，
然后那天师傅看图腾说他身上有个老伯伯要49张，已经烧了23张。嗯，赶快吗？赶快再烧掉呀，头洗的院子赶快烧掉。嗯，哎，好的，许愿就赶紧烧。好的好的。然后那个穿黄色羽绒服有什么意思吗？穿黄色羽绒就是保暖，保暖就是受到保护呀。啊，受到保护。好的，这23张，49张加23张够吗？够了。够了，好的好的。有一个同修，他们都是国内的，很难打到师傅的，打通师傅的电话。就是同修的爷爷70多岁了，小脑萎缩，他经常忘事儿，然后有时会突然不省人事，需要掐人中才能醒来。像这种情况的话，小房子需要多少张？有没有什么保健品可以推荐？首先嘛，叫他吃卵磷脂呀。卵磷脂，好的。卵磷脂的话，只有卵，他这种小脑萎缩就是脑细胞大量流失呀。大脑、哦、大脑的皮层血液供血不足，而且脑细胞的流失造成他的大脑循环系统受阻，所以他的记忆力就会衰退。哦、像这种情况下、哦，最好的方法赶快多吃卵磷脂啊，比人家多吃要多吃一颗到两颗。嗯，好的好的。因为他小没有、啊、没有脑细胞的话，人很快脑子就萎缩了呀。哦，好的。他小房子大概需要多少张呢？小房子需要多少张？像他这种小房子至少150张。好的好的。这同修的他奶奶也同时查出癌症了，正在化疗。同修想帮爷爷奶奶。家里有问题了，家里房子有问题、啊。房子有问题，好的好的。现在他老公也开始就刚开始接触相信了，就同师傅可不可以鼓励同修养罪，还有他老公给他开始解决，让他们能够坚持好好念经。像这种情况，第一，每个人都有佛性，你念了经之后灵不灵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家里连续人出毛病，那么家里有鬼。过去嘛，谁都知道家里闹鬼嘛，就连续出毛病。嗯。啊，出事。现在他先生如果不好好修的话嘛，下面就他先生了呀。他表面上是在救他的两个老的，实际上他不是也在救自己吗？你把那个灵性念掉了之后，那么灵性不搞你了呀。不搞老子们也不搞你了呀，对不对呀？是的，是的。所以救人不就是救己吗？对对对。好了。明白师傅，那之后让他听录音。嗯。有一个同学他学佛快3年了，自己是一名乙肝携带者。他呢前几天那个查病的时候还没有好转，不知道是不是学佛他有什么地方导致自己有漏，不知道是不是学佛有漏。然后他睡觉之前祈求菩萨妈妈在梦中帮他治病。然后释迦牟尼佛出家日那天呢，他梦到师父的法身来梦中给他看图腾，说他肝部有问题。然后同修问师父需要放多少条鱼，师父说放生够了，因为同修已经放了3万条大约。师父说还需要念经，他已经念了1500张小房子。师父说还可以吃一种药，但是梦中没有听经说要吃什么药。他什么毛病了？他是乙肝携带者。啊，乙肝。嗯。护肝宁了。护肝宁啊，哎，好的好的。然后师傅说还得念经，他念一千，这个念经是不是指小房子呀？大悲咒，每天、哦、大悲咒，每天49遍、哦。好的。小房子要，哦，有的念了。哎。如果把肝念好，要3200张。3200张，好的好的。嗯。同学会听录音的。嗯。那个师父经常对同修说，同修会在感情上吃苦，那这种感情并不是指男女之情，亲情、友情、人际关系也是在其中吗？对，因为不要这么狭隘，好像感情上吃苦头，那你看看有的时候爸爸妈妈跟孩子闹翻了，这不叫感情上吃苦头啊？啊哦，对，是的，是的。啊，是的，好的，师父说吃苦这种苦是不是？不仅是身心受到伤害，还包括了功德有漏、境界受阻碍或一些事情不顺利呢？会会会。啊，都包含其中。好的好的，明白了。嗯。师父经常看我们，觉得我们很苦，但我们有时身在苦海却不自知，是不是因为师父的境界比我们高出太多，看到了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因果，有了对比，所以知道我们很苦，但我们不懂因果，所以对自己的苦还没有意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如何才能觉悟自己受的苦，从而生出出离心，提高自己的境界，进而慈悲心，一心一意救度众生，一门精进呢？首先讲的当然对的了，
那什么叫师父啊？师父嘛，当然比你们境界高了。我曾经举过个例子，不是太好听，对不对啊？啊，您说。啊，如果过去有个牧民养了一群羊，对不对 啊？对。那我们拉下来讲，对不对啊？师父，对。如果是牧民，你们是一群迷失的羔羊，对不对啊？羊跟羊自己在搞来搞去，羊跟羊在打架，羊每天还涂脂抹粉。很多的羊还把自己化妆得很好看，很多的公羊还去找母羊，还要嫉妒，还要搞来搞去。你说说看，这个牧羊人觉得他们可笑不可笑？你可笑是。我们现在的人在人间尔虞我诈，你争我斗，菩萨看我们，你说可笑不可笑？可笑，可笑。好了，现在明白了吗？那就是境界。那你说你怎么样能够变成个让羊能够感受到？人对他的关心呢，就拼命的学人呀。对对是。你要学人的境界呀，学人的境界，你才能牧羊。你要学菩萨的境界，你才能超脱人间的那种烦恼和苦恼啊！这还不懂啊？嗯，是。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有一个同修，他做梦在一个很高的楼上，然后这个同修拎个垃圾袋，里边有钱还有垃圾。然后有一个李同修过来把他的口袋抢走了，把钱甩出去，还把垃圾给扔楼下了。然后做梦同修想，哎，扔垃圾很不文明哎。然后但是李同修没有说话就走了。后来做梦的 A 同修继续踩着台阶下去了。然后梦境一转，他看见那个想进了一个院子里边，院子有个桥，然后有条大鲤鱼，死的大鲤鱼在桥边做那个垫脚石。当时 N 同修看见之后就没有踩，就绕道走了。桥对面有四个同修在开会，他想进观音堂，然后看见那个负责人 B 同修脸色不好。这时候 B 同修的老婆传达信息说，观音堂不赚钱，改饭店了。负责人老婆做主，把目前呢正在装修，把这个观音堂改了。但现实中负责人 B 他没有老婆，他在清修。请问师傅，这个梦见卖观音堂是什么意思呀？呵呵，退转了那个人。哦。早点晚点遇事。哦，明白了，那这个死鱼做垫脚石有什么意思吗？什么叫死鱼做垫脚石啊？什么叫他们一个桥，那个桥没有修好，感觉是，然后呢，所以有一条死鱼在正当间，啊，然后就做垫脚石。啊，死鱼，啊，那就是他的利益的损失啊，对对，鱼就是利啊，嗯。哦，就是这个做梦的同修有利益的损失。对对对，有利益上的损失。行，好的好的，然后这个。负责人 B 同修啊，他是清修没结婚，但梦里边有个老婆，那这个是有什么意义吗？这还不懂啊，表面上不结婚啊，心里整天想着女人呢。明白了明白了。啊，人有两面性的，人有表面一套当面一套的，很多人你去看看，看见女人不笑的，好像离得很远，哎呦，好像做得很真一样，背后这真的男盗女娼了，真的。哦，明白了明白了。那个请师父慈悲开始原谅于同修，他因为无名动人因果，他帮同修他一个生病的姐姐去寺庙找出家人看病，最后导致莲花掉下来了。他现在已经发愿忏悔，放生，参加印尼法会，还在法会上忏悔。回家后呢，那个没有梦见做梦说提醒他莲花又种上去了。现在同修已经许愿持五戒十善业尊师重道。同修还许愿念诵1000张小房子，放生10000条鱼，礼佛1000遍。请问师父可不可以慈悲让同修重新再拜师？拜师没办法的，不能重新拜的，只能在拜师现场有一块地方站在那里，自己不停的念，跟菩萨讲。那个时候来的菩萨全部都是送莲花的菩萨，所以你只要说自己的号码，然后说观世音菩萨，我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希望我把我莲花重新种上去。很多人这次在印尼有大概有很多人已经把莲花重新种上去了。啊，嗯，那个你到时候念经的话，在那个门外念的是大悲咒还是说是念礼佛大忏悔文？大悲咒、礼佛、全部都念。这个三大经都要念啊，心经、大悲咒、礼佛都念，而且最主要是。看到师父进去的时候就开始点香了，算算时间，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跟菩萨讲话了。哎，好的好的。很多人已经成功了。嗯，哎，好的，明白了。那个有
有个同修，他睡觉前他问菩萨，希望菩萨能指点自己有哪方面需要改正，有什么毛病，业障比例和莲花情况。然后他睡觉梦见照镜子，发现自己的双眼皮变成单眼皮了，而且眼睛变小了。这个跟他有什么关系吗？这还不懂啊？气量小了，眼睛小就是气量小。小心眼啊！啊，小心眼，这还不懂啊？你自己都懂了。明白，这墨是我的，那就证明我小心眼。我明白了，我对不起师傅，我错了，我错了。你自己们肯定小心眼，讲的对不起。我一定把心眼。梦见自己眼睛小了，还有什么什么小了，这都不好的，都是小心眼，气量不够大，而且给自己找麻烦。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你要记住了，看见人家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好像佛友好起来了，你如果心中有这种芥蒂啊，小心眼，你都会做梦做到眼睛很小的。哦，就小心眼不只是说在这种做人做事的钱财啊物质方面，还有很多的这种。都有的呀，你看看不一定是夫妻啊，就看人家很好，你有小心眼的话，你都会做梦做到他提醒你呀、啊、因为你的相在阳间你变得慢、哦、但是你在阴间、做梦的时候在阴间嘛，他就很快的就变化了、嗯、哦，明白了、嗯、那我确实有这门方面的问题，因为杂思就是什么杂思杂念比较多，对不起向师父忏悔。师父，对于过世的亡人，比如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做梦做不到，在清明7月15等大日子，是不是可以多给自己的药精者烧送就行？还是说还需要单独给他们烧送？烧送就好了。是给他们的名字，还是说给自己的药精者？你自己看了，分开的应该，药精者归药精者，自己亲人们有名字的呀，不要跟鬼搞在一起呀、啊，跟鬼搞在一起的话不好的呀。就给自己要名字，好的，行，明白了。有一个女同修，她学法门大念3年了，家里阻碍比较大，她先生和儿子都反对，她一直悄悄的在外面坚持念经、许愿、放生。目前的许愿每天吃素20天。她本人的性格比较敏感多疑，平时梦境也比较多。最近她一直听到有个声音在跟她讲话，一直指导她做这个做那个。最近几天逼得很紧，要她赶快度她先生，让她许愿终身吃全素。让他立刻去渡人，去印经书、印光盘，还跟他说：“我就是魔，就是要一步步搞你。”这个声音日夜不停，他睡觉也睡不好，最近非常的痛苦。请问师傅，这种情况他该怎么办呢？招魔呀，招魔嘛，不念小房子把魔请走呀。好的，念经把魔请走。啊，我们是比较客气的，你要碰到其他的派、门派，或者比分在西方教，他们就打魔了，很厉害的。对，我们心灵法门真的很慈悲，是啊，我们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法门呀，所以大慈大悲呀。好的。那个大概需要多少经文呢？念了多少小房子？像他这种不会少的，100张以上的。100张以上。好的。那个同修念经时候手上总会写鲜花两个字，这是让同修多供花吗？借花献佛，好好拜佛，多拜佛，好好拜佛，多拜佛。行，好的。那个同修经常梦见自己在梦中来例假，是不是代表他的妇科会有问题呢？他大概需要多少小房子和礼佛？你要看他有两种情况，一个他好久不来例假了，那他在梦中经常做到，那么这就说明他思维当中想着要快点来例假，这是一个。现实当中他有没有这个想法是很重要。第二，过去有一种梦境，就是说这个女的跟人家发生过关系了，赶快盼着来例假，就把她冲走，不要怀孕。很多人就做到这种梦，一会儿来例假，一会儿来例假，过去都有过的，明白了吗？比如说他没有这种想法。没有这种想法，如果你经常来例假的话，说明他的妇科不好啊，这还不知道啊。他是梦中来例假。对呀、啊，做梦就是妇科不好呀、一样的呀。哦，明白了。那他需要带多少小房子还有礼佛呢？这个嘛，就是要思维要正呀，不要去看那些不好的东西呀。女孩子男孩子都一样，谁看了那些黄色的东西谁就中毒啊。好的，我们谨记师父教诲。好的。
那个他想问他需要多少张呢？紧急教诲，我告诉你，看了就叫人就变得下流了。为什么像这种事情，为什么都不敢当着人家面看呢？对不对啊？凡是不敢的，是属阴的，属阴的就是下的，希望下跑的，明白了吗？师傅说的对，对，明白。好的，那像他的小房子需要大概多少张？是按21、49这样念吗？49吧。69。49。49。哎，好嘞，好嘞。师傅，那个同弟子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向我走来。他跟台长您的相貌完全不一样，但意念中他就是台长。然后我就跪下跟这个男子请安，说师傅好。后来师傅进了一间教室，教室里边都是同修，所有同修都跪下称师傅。然后这个年轻男子就跟我说让我在2年内完成30张小房子。然后我说好啊。后来这个年轻的男子就是很调皮很可爱的从窗户跳出去走了。你说是卢台长不啦？这还不懂啊？你觉得这个嘛肯定冒充了，这还不懂啊？他就是说走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不是卢台长了，因为什么？他成功了，他让你们都上当受骗，你们都跪在那里，像把他称师傅一样，所以他就开心了，他就跳出去嘛，就是鬼了，这也不懂啊？你们喜欢台长，他就冒充台长啊？过去我们喜欢观世音菩萨，不是有很多魔就来冒充观世音菩萨来害我们的。很多人在附在人的身上，就跟他说我是观世音菩萨，那个人就坚信不疑，就这么骗的呀。不懂啊？明白了。那这种情况我就念小房子呗。他一看你们都跪在那里给师父磕头，他觉得你们上当了，哎呦，把我也当师父，笑嘻嘻，跳，好像这种非常轻佻的跳了就从窗户跑掉了，还看不出来。至少嘛，这个人好听点讲嘛叫仙，再好听点讲嘛叫神，差一点嘛就叫鬼，明白了不啦？明白。那他跟我说了30张小房子，我就完成呗。2年30张，你发神经啊？这是卢台长的，你说我会给你开30万了？两年叫你念30张小房子，他在逗你玩呢，这是逗你玩了。明白，是。好了，明白了。脑子那个同学想问，上香时间短，有什么上香的时间过短有什么说法吗？比如说。正常上线时间45分钟，但是有时候是30分钟，这有什么说法吗？这没什么说法，30分钟已经够好了，很好的。一般的从你点香到菩萨来，到菩萨走，你至少10分钟吧。行，好的。嗯，那个血含量低，他需要怎么办呢？然后同学已经许了108张小房子，放生了不到1000块的鱼。他还要做什么？他感觉是那上气不接下气的，气短。肺啊，肺出毛病，心脏和肺啊，心肺系统，心肺系统出毛病，首先要深呼吸。啊。第二要吃，要吃丹参片。啊。啊，丹参片，他可以吃丹参片，不要吃复方的，直接吃丹参片，跟他增加心的血流量，然后心就不会虚了。好的。过去有一个人跟他的病床临床症状是一样的，就是气短，呼吸不畅，血压呢不是太稳定。结果他吃了丹参片之后，他说他过去身上像裹了一件小棉袄一样，气透不过来。现在完全吃丹参片好了。哦，好的。明白。那告诉这个同修。同修梦见有人介绍去上海剪头发，梦中发型是一层光头，一层头发那种，还说这种是现在最流行的发型，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呀？剪烦恼呀，叫他去把烦恼剪掉，他的烦恼一定来自于上海，他一定是上海人。是，师傅太厉害了，他是上海人。好了，还要讲啊，就是说他现在要到上海去剪头发，就是要把上海那件事情他要斩断。藕断丝连不行，把它斩断情丝，那么这个事情它就开始无烦恼了，明白了吗？明白了。好的，感恩师傅的开示。有个同修，他经常在梦中感觉眼睛睁不开，使劲揉眼睛都睁不开，是他眼睛有问题吗？还是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眼睛看不开，睁不开有两种。他梦里边啊。啊、嗯，眼中看不见两种，一种是梦境当中的，你的眼睛的细胞、眼细胞完全失调、失控，那就是说有另外一种力量、能量啊，不让它睁开、啊，那是这个是、啊、这就是灵性了。还有一种呢，啊、你的确眼睛呢、啊、是干的嘞、痛的嘞，那也睁不开，那就说明用眼过量。很多人现在一天24小时看那个20个小时的手机，哎呀、啊、坐在马桶上都看，吃饭都看，走路看，什么都看，那你们看脑筋不要看出毛病出来的。师父说的是对。嗯。那他是不是要念礼佛忏悔啊？礼佛忏悔倒不一定，好改毛病是最重要。哦，行，好嘞好嘞。嗯。那个有同修因为现在工作太忙太累，他念经时间不够，曾求观世音菩萨希望换一份时间更充裕的工作，然后很快就接到同学微信问他是否到院里那里上班，愿意到那里上班，然后我一时权衡之下呢，就求观世音菩萨给梦境提示，然后就做梦了，梦里有河里有个活的大龙虾，他就去捞，捞到了又放下了，结果虾掉在一片草地上变成了小小的青青的果实，而且果实上有摔伤的那种伤痕，有个声音这时候跟他说，这就是你的果，然后又看见另一条又一条河里有一些黑鱼在游，同修一开心又去捞，结果黑鱼变成了一只像恐龙又像鳄鱼的四脚动物，同修害怕的跑开了。现实生活中同修几乎天天去放生，那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是否可以换工作呀？跟这工作有关系吗？嗯，有恐龙什么是好的，但是最后他看到的恐龙干嘛了？他是那个河里边有黑鱼，然后看见黑鱼变成了恐龙又像鳄鱼的四脚动物，他很害怕，他害怕就跑开了。啊，明白了。那就是说就是说他又想去换工作，又怕位置太高。啊、嗯。啊哦。他退却了，只讲工作问题。嗯。哦，那不是说他放生不如理不如法吧？不是。哦，那他可以换工作吗？那这种情况下看他有没有勇气了，很多人没勇气的换什么工作。哦，老实一点，有些人没有勇气，都没不敢挑战，害怕啊、小声怕怕、哎、那就趴下来了、没用了，明白了吗？行，那告诉他好嘞。那最后一个问题，有一个师兄呢梦见一位印度的法师在打理几个棺材，棺材是金做的，在梦里做梦的师兄不知道是谁的棺材，现实中这位师兄的老板是印度人，而且时常还骂这位同修，每次被骂他受到这个印度人的恶气，那师父请师父慈悲解梦。这还不懂啊？啊，那印度人的恶气受到了吗？这个不是太好啊。那个金色的老板们、金色的这棺材们就是装他印度人自己的呀。啊，他自己打理棺材，那就是、明白了。他自己在自找坟墓了。哦，这个印度人说明他造恶业，他肯定知道的呀。你这同学肯定知道他造恶业的呀。哦，行，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辛苦您了，师傅，我们爱您，感恩师傅。再见，再见，嗯、再见，嗯。喂，你好。喂，你好。喂，清明时节雨纷纷呐、啊，清明过了之后啊，就阳光普照，所以在清明之前半个月到一个月，很多人会伤风感冒、受伤不舒服啊，车祸。所以每年到四月份的时候啊，很多的交通事故啊、人的意外啊，医院里就特别忙。实际上就跟大量的在一个月之前把那个灵性鬼啊放出来是有关系的，所以清明过了之后呢，他们慢慢这个才会进去，但是不要掉以轻心，在4月6号4月7号左右呢，就像这两天还会有一点小事情，一般的呢基本上鬼都收回去了，按照这个在地府的正法啊，他们一般的都很听话就走掉了啊。所以有时候过去碰到很多事情，在清明的时节很多鬼在他身上，你放心好了，我不会离开你的，我一定要搞死你，怎么他没有特别的通行证，他只是在清明出来，那么很多人就吓得嘞，
清明过后实际上他跑都跑掉了啊。当然了，如果你真的是命中欠他的，我劝你还是好好给他念。如果你命中没有欠他的，那你当然无所谓了，对不对啊？刚刚这个电话卡了一下，要停这么长时间，刚刚进来。喂，你好。喂。喂。你好。哎，师傅。啊。啊，你好，弟子给您请安。谢谢。嗯。感恩师傅。啊。感恩观世音菩萨。啊。叫我打通，请师傅今天帮助弟子解几个梦。啊。啊，第一个梦境呢是同修梦到自己在梦中晕倒了一至两次，然后呢全身无力，请师父解梦是什么意思？能量消失啊。能量消失啊。啊，就是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啊。嗯。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父应该读多少遍礼佛呀？这个。这108遍。嗯。108遍礼佛呀。嗯。好的。好吧。嗯。因为这个全身能量消失啊，你比方说啊，比方说你这个夫妻两个人说干清修的，如果你们做了那种事情之后，他就是这种感觉就来了，嗯嗯嗯嗯，明白了吗？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那第二个梦境是啊，同修梦见和孩子一起参加了一个考试，同修很快答完，而且都会。就交了卷子，孩子也很快交了卷子，但是同修交了卷子才看到考试说明里写着3点要求，第一点忘记了，第二点是答题，第三呢是完成试卷后按一个退出键表示考试结束。同修自己和孩子都只是答完就交了，没有按键就退出。现实中同修一直为孩子念小房子，请师父解梦。就是不如理不如法呀，还不够严谨呀。啊、哦，也是哈。3个没做到呀，那不就是整个考试都是受影响的。哦，那明白了，师傅。啊、嗯哦，那应该他们应该怎么做呀，师傅？好好补救了，念礼佛了。那需要多少遍呢？像这种嘛，25遍。25遍，好的，感恩师傅。那第3个梦境呢，是同修梦到孩子的叔叔不念经，带着我们一家四口去公园玩，进门时拿出一张工作证来。就没买票，但是收票的人说拿这个只能在里面待15分钟。5个人进了公园，在冰面上走，意念是要去对岸。孩子的叔叔埋怨孩子的爸爸说，其实差不了多少钱，不如买票，干嘛省这点钱呢？冰冻得很结实，其中一个孩子就在上面向前滑。同修问孩子开心吗？孩子说开心。同修自己也滑起来，心里想着去哪里换正规票，票价是120一张。现实中孩子是有心理问题，请师父开示。这还不懂啊？这也就是说他爸爸妈妈在处理孩子看病的问题上，身体问题上已经贪小便宜啊，而且有不如理不如法。嗯，学佛学法要认认真真，你该念多少遍就念多少遍，嗯，明白吗？是师傅。嗯，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那第4个问题是同修经过一个房间，然后在隔壁房间里坐下，这时另一个同修进来找他说，你看见我怎么不理我呢？做梦同修说，我看见你在那里喂奶就没有叫你，你有奶吗？还喂孩子？那位同修说，我乐意。现实中喂奶的同修都50多岁了，前阵子刚刚过了乳腺癌的大姐，请师傅解梦。梦中有孩子不啦？梦中有孩子。几岁的孩子啊？这个倒不知道，但是这个同修已经50多岁了，然后呢，刚刚过了乳腺癌的大姐，师傅。明白明白。那个孩子就是鬼啊。哦，这是鬼啊。在吸吮他的那个乳房。哦。嗯。像这种事情他一定要当心的。他实际上在意念当中他已经欠人家情债了。啊，明白。他乳腺癌虽然动过手术了，他还会复发的。要叫他把灵性念掉，人家就抓住他的，在盯住他不放了，他还不念啊，不够的，小房子根本不够。好了。好的，感恩师傅。那师傅啊，像这种他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像这种嘛，至少49张。49张哈。嗯。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啊，同修有一个心得，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同修听到师傅开示无生法忍，对无生法忍有以下理解，请师傅开示。嗯，无生法忍的重点在无生，无生法，法无生，无生无灭，静自如如。既然无生，实际上就没有忍，所以无生法忍的前三个字讲的是大菩萨乃至佛的境界。忍字是从众生角度来看的，就好比我们对师父的各种想法里面还有法，有法有境界，而从师父内心已是无生法，无生法从开悟中来，无生法忍中来，在忍耐中领悟法无生灭的空性，得无生法忍。无生体现着平等智慧和万灵同源，无生不是空洞的孤立，而是万物相依。无生法忍体现了处处通达的智慧，是自在无碍的状态。无生法忍的境界与虽行无作而现受身是菩萨行是一样的，请师父开示。这个小家伙男的女的啦？女的，师傅。能够学的不错了。是吗？因为感恩师傅。因为忍者既非究竟啊。忍耐并不是一种究竟啊。你今天还忍耐，你就说明没有完全开悟啊。对不对啊？对，师傅。你要以正智慧了一切法，本性皆空。你知道本性皆空，本性无二性。对不对啊？无二。本性无二你就知道了，你忍什么？没有东西可以忍的，一切法性空性正智本性清净，对不对？无二无，这个本身就是无二分的，无分别的，所以这个世界你忍什么？有什么好忍的？对不对？你忍则一定没有究竟忍的，对不对啊？对，师傅。你这个不理解，你不理解什么叫这个什么叫忍字，你就会生出无生法忍，生法忍。你如果知道了，你就无生法忍，根本没有这个意念去的。你根本知道这个是完全是空性的东西，你就给他搞什么？有什么好搞的？明白了吗？是，明白了，师傅。请师傅稍等一下。师傅你好，好，弟子给师傅请安。我上个星期梦见张堂功德佛和一条很大的鱼从天空飞过，经过我的头上，然后我看见观世音菩萨从天而降，然后我赶紧的跪下给观世音菩萨磕头，观世音菩萨对我说，菩萨来人间很辛苦，菩萨要救更多的人很不容易。我看见菩萨很伤心的样子，然后我醒了。弟子向师父和观世音菩萨忏悔，我所做的错事，对不起观世音菩萨，对不起师父，请师父和观世音菩萨原谅我，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每一个人，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师父再见。再见。师父再见。哎呦，普通话突飞猛进嘛。是。再见。好，师父再见。师父再见。你看，我跟你们说，人要纯洁，菩萨就来。你看他这个孩子特别纯洁。给师傅请安。你好。请问师傅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同修听说小咒的经文上如果有菩萨的名字就不可以吃饭的时候念。请问师傅哪些小咒可以吃饭的时候念呢？没关系的，都可以念。没关系啊。人家编出来的。然后就是整天有人编东西的。师傅没讲过的话他们自己编。还好师傅还在。感恩师傅。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小毛巾上面有佛这个字和莲花的图案，可不可以用来擦菩萨像、擦佛台、擦供果？可以的呀。
不能洗脸，只能擦佛台上的东西。喂。喂。听得懂吗？喂。喂。喂喂喂。听懂吗？喂。喂。没挂。喂，师傅在吗？在啊。在啊，师傅在啊。嗯。再等一等，以后碰到这种事情再等一等。他因为这种烂电话线他就是这样的，你要稍微等一等的。明白吗？哦，好的好的，感谢师傅、嗯。讲下去吧，嗯。师傅这个问题您听到吗？就是小毛巾上。听到了。如果有佛。可以擦的，不要擦自己的脸就好了。擦菩萨的可以，没问题。哦，好的好的，感谢师傅。嗯。再请问师傅一个问题是，那个，如果同修家里条件不允许，他的佛台设在一楼的客厅，夫妻房就在二楼佛台的上面。之前问过秘书处说可以这样，但是谁说的？不能放在。谁说的？你想想看，佛台在下面，你夫妻房在上面，你说脏不脏啊？我们秘书处谁讲的？以后这个你要问他的，问他叫什么名字、或者编号。哎。哦，师傅之前他回复是说床不能放在佛台上。嗯，对啊，要看你房间多大了。哦。啊，床是根本不能放，最好嘛避开、明白了吗？那夫妻房最最好不要接触、马桶啊、灶头啊，都最好都不要放上，走道啊、小孩子的房间问题还不大，床也不能对着佛的上面。哦，在佛坛，在佛的上面这个地方，房间上面最好这个位置最好是放一点花，而且不要去走、哦、不要去走上去，不能走动的。不要走。嗯。哦，明白了明白了。好的，嗯，感恩师傅开示。再请问师傅问题是，同修想问他买了一套二手房，正在办手续。前天晚上他梦见有人说设计费要900块钱，他当时还想挺便宜的。请问师傅这个900块是小房子吗？他做什么事情了？就是他要买房子，要那个要搬进去、有人说设计费。那个就是说明他的小房子质量还不错。嗯。一点点小问题了、一点点小问题了，嗯。哦，这不是小房子张数了。嗯，不是张数，是质量问题，嗯。质量问题，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再请问师傅，同修那个上香续香的时候，请安磕头时，看到菩萨像底下是莲花形的一盆火的画面。每位菩萨脚下都有火、就是像莲花一样的形状，尤其是南京菩萨最明显。嗯，请问这是师父是菩萨来加持他吗？对呀、啊，脚踩莲花呀、莲花什么形状都可以变的呀，变火的话嘛、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能量呀，这还不懂啊？能量。菩萨到人间来都要有能量的，菩萨在天上，我们说起来在天上的菩萨他。本身他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个防备的需要，明白了吗？明白了。哦，感恩师傅。再请问同修想问，如果在计数器上贴上小的贴纸啊、小的饰品、小的钻那种，是不是可以呢？在什么？计数器，念经的计数器上面。哎，贴什么东西啊？贴那种小的钻，就是装饰品，可不可以啊？吃饱饭没事干。可以贴啊，就是吃饱饭没事干就叫他贴好了。嗯，好了。嗯，感恩师傅。然后再请问师傅，就是同修他去买鱼放生的，然后老板说他也信佛，不会给这个秤做手脚。老板说怕自己下地狱都不吃活的东西了，同修就特别相信他，每次去买鱼都不会看秤，因为他许愿放生5000条，他一共去了3次。在观世音菩萨妈妈生日这天，他还带了一位同修去买了800块钱的鱼，回家时一个强烈的意念说那池子鱼根本不够800元，他就感觉是秤做了手脚。晚上梦见鱼池子的鱼都很少，请问师傅是不是提醒他缺斤少两了？那当然了，100%的缺斤少两。哦，
那他那个按照之前的那个放过三次，他放生的条数是不是要应该补，就是重新补，对吧？对啊，就不要到这种人去了。菩萨提醒嘛，就这种，哎呀，这种鱼贩子鱼为了渔翁得利呀、啊，为了钱呐、啊，他什么流氓，什么现在的人为了钱，什么手段都有啊。嗯，明白。对不对啊？嗯。啊，我是这个。这个人家社会上传了一句话你没听到过啊，这个男人一有钱就不要脸了，这女人一不要脸就有钱了。哦，听懂了吗？嗯，听懂了。好啦，对，就是说社会上就是说就是什么不怕，最怕就是无赖那种，就是唯钱是利呀、啊、嗯，为了钱什么都不要了，听不懂啊？嗯嗯、啊、嗯，明白了。嗯，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同修在家里人的那个就是处理事情方面发现自己的亲人很自私，他心里就是挺生气的，这样子他自己会有业障吗？有啊，当然有业障了。嗯。哦。明白。那如果他发现自己亲人很自私，又没有办法去劝说他，是不是就只能自己放下呢，师傅？嗯，对啊。哦，好的好的，哦，明白，感恩师傅。然后同修学心灵法门一个多月，有一句话在梦中显示，就是说佛台佛珠108颗，请问是不是这样？听不清楚，正好电话不好。讲啊，再讲一遍。修梦见一句话，佛台放佛珠108颗。电话不好啊，你稍微等一等，你稍微等一等，他这个烂电话线。那个现在听得清楚吗？嗯，讲吧，嗯，又不行了，又不，现在好点了吗？好了，讲吧。哦，就是同修梦见。梦里说佛台摆放佛珠108颗，要放108颗佛珠是吧？嗯，这还不懂啊？这是什么意思呢？108张小房子、嗯、给佛台家里的要经者、嗯、好了。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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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是不是现在？啊好啊好好好，是不是现在？我能够这是电话公司。师傅，那我继续问啊。嗯，问吧，好了嘛就问了。哦，感谢师傅。然后有位师兄每到初一十五他都会捧着弟子证在佛台前念弟子守则，都会看到弟子证上的照片里面的人脸在不断的变化，就像在闪动一样，像自己的脸又不像自己的脸，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这还不懂啊，人的心呀不停的在变呐，心活呀。哦，心像谁心变不知道的、哦，只是他给你快速看到了，就像电影的高速镜头一样的快速镜头、哦、慢镜头，明白了吗？哦，明白了，好的、感恩师傅。嗯，然后就是那个然后同修想问，他的女儿在洗澡时，是上大学的女儿在洗澡时把挂坠拿下来放在床上，然后睡觉的时候把灯关了，爬上床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挂件，他就说对不起菩萨妈妈，念了几遍七佛、请问师傅这个还能用吗？嗯，可以，没关系的。嗯，孩子一个人就没关系，如果有两个人就不好、哦、嗯。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同修梦见给父亲煮东西吃，现实生活中他父亲重病，家里人都不信佛，他帮父亲念了56张小房子，放生3000条鱼，然后就梦到自己会生重病，现在看见了吗？看见了吗？不舒服。看见了吗？背啦、嗯！开玩笑。背了啊！哎，
给父亲念了，马上自己不舒服了，嗯、生重病啊！哎呀，对，帮人家看病，怎么哪个不背呀、啊？你看师父帮多少，全世界多少人看病啊？师父不帮他们背啊？不背能好的？哎，嗯，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然后你这个蓝电话，喂，师父听得清楚吗？这个电话太烂了。嗯，喂，听不清楚啊？听不清楚，师傅对不起啊，我先挂掉了，下次再打。啊，打师傅，声音不好，嗯，再见。记住了，帮你要准备帮一个人，你要付出牺牲的，对不对啊？讲老实话，哪有说帮人家不付出牺牲的？哪有菩萨出来救人不背因果的？没办法，自己在消啊。所以为什么人家凭什么这么尊重你啊？人家凭什么这么尊重法师啊？你法师不帮人家背业啊？你不背业你能成为一个好法师的？你碰到事情你就说，哎呀，我不知道，我不管，什么都不管，那么你自己在自修啊，你得到就少啊，你就成不了菩萨。你就算修成了，你也可能是天道，也有可能声闻道，这个档次境界不一样的。救人呢，不能只管自己的，所以现在很多人，你问问他，叫他讲讲事实，他都不舍得讲，他怕自己背呀、啊，自己背了嘛，你自己不帮人家背了嘛，你就自己果报就不够了呀，功德不够呀。所以一个人呢，不肯讲人家缺点的人呢，这种人就是明哲保身啊，这种人就是没有大慈大悲，只管自己的，修小乘的，啊，哎、所以很多人什么都不管，我修我的，那、你什么事情我都不管，那就没有菩萨的大慈大悲的精神了，对不对呀、啊？你要懂得。怎么样有菩萨的大慈大悲啊，这是最重要的。喂，你好。喂，你打通电话了，他又要听广播里的卢台长，又要拨打现场的，拨打的通了吗？他又不听。喂，你好。喂，你到底要听哪个卢台长啊？喂喂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师傅，那个帮一个同修问一个梦境，对不起。讲啊。嗯，就是师傅有之前有一个同修，他联系了一个中介，然后就是说塔州有一个移民的一个新政策，就是说他现在的这个职业的话可以申请那个移民签证，如果职业评估通过的话。他会在那个州学习一年，然后雅思都是七分都可以就可以了。然后他想请问师傅，这条路行不行？凡是有路都要走走看，走不通再换一条路。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的确会有很多路可以走，但是的确也有很多路走不通。但是你不走，你更不知道哪条路可以走得通，明白了吗？哦，嗯，好的，感恩师傅。他想请问师傅，他这个评估能不能够通过？靠他自己，好好念经，好好不要造业。女人们好好的自己守住自己，不要造业。男人们也是的，好好守住自己。人不造业，天助我也。好了。嗯，好，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同修的梦境，就是他梦里。有一个和尚，然后感觉是他前世的师父，然后他从这个同修的头顶然后进入他的上半身，然后跟这个本人啊这个同修合为一体，然后在他的脑袋里面变化出各种佛菩萨的精神模样，然后这个同修他很清楚的是看着他在这个同修的头部一直的变化模样，然后还发着金光，变化了好几十种，然后来跟他本人合在了一起，然后这个同修他想
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这个梦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这个梦就是他的师父进入他的身体了呀，你这种进入身体不能经常的呀，否则会消耗他自己自身的能量的呀。哦，好的好的，我转达给他。嗯，好的，感恩师父。还有一个同修，他在那个负能量来临的时候会用一种方法静心，就是听一首轻柔的轻音乐，然后会幻想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在一个繁华似锦的世界里从容起舞。嗯，那个世界干净纯洁无瑕，没有纷争与烦恼，女孩的笑容很干净简单，她无忧无虑的在那个世界里奔跑欢笑。没有学佛前，夜深人静的时候，女同修就静静的听音乐，静静的观想自己是那个快乐纯洁无瑕的女孩，心就能够平静很多，感觉很放松轻盈。嗯，同修想问，这种观想或者冥想方式同修觉得很受益，持续了多年。同修是女的，现在同修学佛念经了，请问还可以用这种观想方法减压放空自己吗？你说呢？念经嘛是最好的放空，最好的减压。像他这种还好没倒霉，一倒霉哪一天鬼进入了他就完了。哦，好的，他这种叫他这种就是叫人家叫，就有点像人家叫虚脱主义。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就是嬉皮士就这么来的，唱歌的时候完全忘记了一切，喝酒的时候酒鬼忘记了一切，唱歌跳舞现在比方说跳那种啊跳舞的人跳鬼步舞啊什么，他一开心他就把什么都忘记了，烦恼暂时离开他。但是这个跳完之后他又烦恼了，这不是一个最终解决，不是一个究竟解决的方法，明白了吗？嗯，好的好的，我让他听录音。嗯嗯，好的好的，没有问题了师傅。好，再见。对不起师傅。嗯，感谢。喂你好。喂你好。啊，师傅听得见吗？听得见，请讲。不好意思师傅，前面那个电话断了。就是一位同修，他不是前面说他帮他那个父亲念那个小房子背业了嘛，师傅你记得吧？嗯，对。然后他现在的问题是他那个稍等我找一下什么。哦，那个梦见有人跟他说如果脚底有痣就是要养自己的父母，然后他看了看他的脚底，右脚有一排痣22177，那个人说右脚有痣就是要养母亲，他在看左脚底有2个2，左脚是说要养父亲，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帮他们念小房子，那个父亲没有什么业障，只要他22张小房子，那个要念2000多张。他前面是说帮他父亲念了56张之后梦见说自己会生重病，后来他就不舒服了自己。对呀、不敢帮他父亲。对呀、就是这样背业了呀，背掉了很多，现在背掉了很多，还剩、已经背掉了，还剩20-30张小房子。哦，22对吧？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开始。再请问师傅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一位现实中的女同修，她呢就是一下子心脏早搏，现在就是原来正常是4万多跳，现在是要就是降下来了。请问师傅，就现在医生叫她动手术。但是这个药副作用很大，就是现在不吃了，医生让他做微创手术，他想问一下心脏早搏可以做手术吗？还是不要做？还是念经？他做什么手术了？心脏的？对的，心脏的微创手术。嗯，从道理上来讲也不是什么大手术，微创是一点点的。但是他几岁了？他现在32岁。应该能自然恢复嘛最好。反正一个人的任何一个机体不停的去折腾它，总归会越来越不好，不会越来越好的。折腾它，老折腾它，任何身体上的一个部位老折腾它，它一定会出事的。哦，明白。好的，师傅，那他这种如果想化解掉念小房子该一波多少张啊？21张。21张一波。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去听听医生的意见。
医生说可以暂时不做，就暂时先不要做。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再请问师傅，一个同修他在菩萨房间的抽那个房间里放了一个抽屉，里面放的是经书和水果盘、菩萨挂坠等等。他想问这个桌子能不能做成那种写字柜一样，他在上面写字可以吗？可以。可以的啊、哦、好的，感恩师傅。再请问师傅，同修绣大悲咒然后去请师傅开光可以吗？他会绣大悲咒啊？嗯，他想自己绣一幅请师傅开光、嗯、那可以，没问题。可以的，好的，感恩师傅。 然后再请问师傅，一位新师兄生了第一胎，生了两个，其中一个只活了三天就夭折了，后来他又生了二胎，夭折的孩子取的名字给这个第二胎的孩子在用，请问师傅，他那如何给那个夭折的孩子念小房子，敬赠该怎么写啊？给夭折的孩子什么？就是他生了两个孩子，做夭折了，就只活了三天、嗯、后来又生了二胎、嗯、那个二胎呢就用了那个夭折孩子本来要用的名字。嗯，现在就是他要给那个已经死掉的孩子念小房子的话，该写敬赠该怎么写呢？因为那个名字已经另外一个孩子在用了。嗯，就给他写他的孩子自己名字的孩子数目就好了。哦，也可以这样写。嗯，可以。好的，好的。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然后就是同修想问，现实生活中他是很瘦的。他梦见在家里照镜子，上衣没穿，看见自己更瘦了，很吓人，皮包骨头没有肉的，只是两边腰部有一点点肉垂下来。后来就发现自己在镜子里胖了一点，恢复到现实中的身材，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嗯，这个有点麻烦，阴气很重的人才会做这种梦。阴气很重哦。嗯，阴气很重，他一定见过，他一定看过那些鬼的东西了。嗯。故事啊、哦、鬼的什么事情啦、啊、否则不会做梦梦到这种事情了。嗯。哦，明白了。嗯，感恩师傅，那他需要怎么念小房子吗？好好念小房子们，21章一波这么念呀、啊。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昨天清明节一位同修梦见有人敲门，他意念中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他开门出去一看，看见和对面有两个人在挖坟墓。做梦啊？挖了两个。做梦啊？然后呢？已经梦见对和对面两个人在挖坟墓，已经挖了两个坑了，正准备挖第三个坑，他梦见这个是什么意思？嗯，不好啊，第三个坑就是给他的啊，叫人家过去说，人家说鬼敲门就是死神来临了，他一定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了。哦、嗯，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是吧？那当然了。哦，嗯，好的好的，那要好好忏悔。他这种要念多少章多少遍礼佛啊？108遍。好的，小房子要多少？小房子倒没关系，他看看他是不是369劫，明白了吗？是369。好啦好啦，讲都不要讲，准的不得了。好了，嗯嗯，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完了，感恩师傅，嗯，师傅，好，再见、再见，好，师傅再见，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